然后就是现在能让动物大胆去电里面，现在想给这边娃子大家写点娃子宝宝。钱多点儿啊？一百多万，这几天一般都一百多，还好。这差距有点太大了，你们教他游泳呢？没啥。啊？买皮衣。双十一买的。啊，双十一不在村子那吗？你开个服装店，你跟王二妹一样，你脑子有洞吧？那服装店有皮衣吗？没有吧？趁我那天晚上不睡，抢了一个。虽然说长得。遭到了大家无情的嘲笑。我看看，紫色的皮衣啊！哎呀呀呀呀！你现在咋整？别包了，试试呗。哎呦，可不好意思，你再撸撸，万一穿割啥子了咋办呢？那你买它干啥？那我想偷偷的试试，谁知道看见你运气了。我天，你还穿皮衣？我跟你说，我怎么穿皮衣？我想了一个搭配，你知道吗？啥呀？我去年买了一个超长的黑裙儿，我说意思配个皮衣，估计感可酷。那你上人试瞅瞅，看看啥样。前面不先试试看啥样，我可期待。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大胆了。你想不想尝试？我不想。对我家一特别适。我不想，不用。可以俺爸那种感觉。好像我看呢。让我看，这光的。想不想继承一下呀？你开你电动车肯定可行，电动车可机车。好看吗？我感觉不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又穿个这种风格，我试试就知道。我想好了对着拍。让他开摩托车是吧？你现在色彩大着呢，穿个绿袄。感觉可以哦，那味道。看了一下电影嘞。我看人家穿可好看。还可以。有没有可浮夸呀？我要穿穿出来。好看不好看呢？我要去照照。乖乖，我穿啥都好看，我去。我真是穿啥都好看。你再换换发型，换背头，可行。换啥？背头。那家是那芝麻油加我摩托上的，你弄可行。弄个大波浪一种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。我去，羊毛卷估计好看吧。大波浪。羊毛卷洋气，配这个皮衣。我感觉大波浪配这种就是80年代那种港风的搭配嘛，大波浪。可以啊，这样。就是你身为一个开服装店的，还去网购，哎，不能理解。因为我想改变一下自己，突破一下自己，买个皮衣。所以配你的电动车都成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搭？酷不酷你就说。超酷。大气啊，你们看看。可行了。我想开出去溜一圈呢。你去吧，拜拜。二十二。